这个是一个说辞，其实他们都很矛盾的。如果你还记得两个星期前那个那个 Mustafa Mohammad 啊，那个贸工部长啊，国际贸工贸工部长，他公然的说吗，在吉兰丹州巫统的敌人就是回教党。嗯，所以他们其实是很矛盾的，他们也很矛盾。这、okay、你知道这次在可是中央又合作，中央又是这次在国会开会哦，你会听到那些巫统后座议员说啊 ，no dan pasuda begabung 啊，哦，给他阿邦阿爹那种这样，连那个巫统的那个副议长啊，都会在台上那这样子一唱一和的哦。等一下你又我们再去质问的时候，张国明其中一个演讲，我有一次故意去挑。我说你在讲到我们国家经济这样糟糕，马币贬值，你不认为下届我们实在应该把国政推翻，改朝换代吗？然后这个不是给甘当的国会议员，saya mau masukkan ini sebagian dari dalam ucapan saya, tentu mesti啊，你正常。然后那个巫统的议长就，他不懂要怎么回应啊。所以其实他们、okay. 你可以看到说到底他们是合作，是兄弟还是敌人？我觉得巫统也好啊，回教党也好，他们还没有来一个最后的一个定论、他们关系非常暧昧啊，包括这回教党、他到处的那种我们讲宗教师到处去演讲，他也不会去捧巫统的，他也不会去捧巫统，他们还是很暧昧的那种关系。可是中央上面好像没有牵手啊，很奇怪。来亚才兄，这里有个问题、